这些曾被作为礼器供奉于祭祀神庙或是入土随葬的青铜器，隐隐在历史尘沙中已过千年，无声的岁月将它们尘封，却无法淹没那个以青铜命名的时代所留下的文明印记。20世纪50年代，当考古学者在山西省南部一座叫侯马的城市发现了迄今为止同一时期中国内规模最大的铸铜遗址，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便向世人展露出了它深邃的历史面容。侯马，古时的晋都新田，据《资治通鉴》一书，20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三家分晋历史事件宣告了春秋时代的结束。历史的剑锋劈开了一代春秋霸主晋国的宿命，却斩不断古老中华文明的延续。这座城市用它曾经的繁华和今天的时代光彩，书写下三晋大地的巨变沧桑与恒久的精粹。人散的历史剧目演绎出东周列国间的爱恨情仇。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重要历史事件，开启了七雄逐鹿华夏的历史序幕。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以这段故事作为了全书的开篇。在他的笔下，所有的兴亡轮替、成败得失，终其不改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我们山西又称为三晋大地，那么三晋从哪儿来呢？就是从侯马这个地方，也就是古新田这儿出去的。从20世纪50年代侯马晋国遗址被发现，直到今天，有关这座城市的文化故事仍在解读。通过对工程、祭祀、手工业作坊等遗址的考证，考古学者确认了侯马正是2000多年前晋国在新田时期的都城所在。周简王元年，公元前585年，为了维系自己的霸主实力，晋国人将自己的都城迁到了土厚水深、居之不及这个叫新田的地方。晋国进入到历时200多年的新田时期。在这200多年中，也是晋国当时的它的走向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它的政治、它的军事、它的经济、它的文化，尤其是文化对周边的辐射，那是非常厉害。当一代春秋霸主晋国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自己的辉煌时，它的命运却随着礼崩乐坏的时代划痕悄然发生了改变。请主公让位于我等，以免战乱重启，祸及黎民。这
周安王26年，公元前376年，被周天子封为诸侯的韩、赵、魏三家晋国卿大夫联合发动政变，彻底瓜分了晋国土地，将其一分为三，分别建立了以自己姓氏为国名的新侯国。嘿，我该何去何从呢？存续了600多年基业的春秋霸主晋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书》，赵氏孤儿、魏将何荣等历史故事，为我们铺展出春秋晋国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也为那个伟大时代画下了终结的句号。三家分晋的故事发生1000多年后，明洪武8年，公元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实施了新的国家马政，并在古晋都新田设立了规模庞大的换马驿站，将地名更名为侯马。至此，这片土地的名字便再没有更改过。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侯马仍以不变的文化本色保留下中国一段灿烂的历史文明，并在今天用它新的时代步伐延续着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精彩。这是中国考古和古文字研究学家张翰先生留下的最后影像。直到老人离世前，他仍念念不忘，用科技手段去验证当年自己对侯马盟书的试读内容。这就是我父亲曾经的工作记录和读书的记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崇宁一直保留着父亲当年积累下来的一张张工作卡片。你看，这就是结在蒙书的。取名为《燃溪录》的工作笔记，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侯马盟书试读的过程。这些带有朱砂软笔字迹的玉石片，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的侯马盟书。它出自196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侯马晋国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总数量有5000余件。根据专家对侯马盟书的试读考证，确认了这是春秋晚期以晋国卿大夫赵鞅为主盟人，在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间发起的诛灭同国、范氏、中行氏两家卿大夫的盟誓活动内容。晋国的亲族势力的之间的争斗兼并由来已久，我们能感觉到他当时就是这个斗争的波澜壮阔，但是历史上记得相对来还少，所以这次侯马盟书这个内容相对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除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侯马盟书的发现还为今天人们研究中国古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社会上一般认为甲骨文金文那是大篆，说文解字里边那个写字是小篆，那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的字体。侯马盟书这种字体都应该归到六部古文里边去。六国古文是中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诸侯割据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区域性文字书体。在当时，同样一个文字在不同的地区有着多样的书写方式，六国古文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字发展演进的一个历史阶段称谓。侯马盟书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的发现让今天的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那个纷乱的时代中，一字多形的文字特点和中华汉字演进的漫长历程。在侯马盟书发现之前，侯马就曾因大量珍贵遗存的发现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地方，以至于在20世纪中期，针对侯马晋国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1960年至1962年，国家抽调了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考古专家，在侯马先后进行了2次考古大会战。在侯马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先后发现了同属春秋时期的8座古城遗址、10座墓葬和11处祭祀遗址，同时还发掘出8处铜器铸造、陶范制作、石龟加工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各类文物10几万件。这些珍贵遗存被统一命名为侯马晋国遗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部由张翰、陶振刚、张守忠3位学者整理释读的近40万字书稿，被永久地珍藏在晋国古都博物馆内。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铭记一代考古工作者为历史的重现所付出的心血。透过侯马考古，也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到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中一段传奇而又异彩纷呈的三晋文化。即便是过了2000多年，古老的青铜器仍然吸引着许多人陶醉于此。在这些精美器具铸造的背后，都是独具智慧的创造和文化表达。啊，这个印儿是里边的吧？每年晋国古都博物馆都要举办多场以青铜文化为主题的展览活动。小心一点，从这下拿。好，这个耳往后挪一点。然而，奇怪的是，最显眼的展区位置却总是属于一枚直径不过10厘米的陶器。这枚发现于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凤纹陶范，又被称作凤纹模，是出土的近10万件陶范中纹饰最精细、保留最为完整的一件精品。通过考古研究信息，专家们可以确定凤纹模是2000多年前的铸铜模具，
但是有关它的出处以及功能却是一个历史的谜团。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呢，是为了观众能看清楚，能了解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蜂窝膜出来以后啊，好多观众不理解，就是这就是一块泥块，上面有好多纹饰，对，它是干啥的？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让今天的人们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2000多年前的铸铜技艺，晋国古都博物馆决定根据凤纹模原型复原那件未知的铜器。根据专家们的考证和研究呢，最后请那个专家复原了一个图纸，你看看这个，两个凤纹鬃鸟膜平行的在这个编钟的这个顶部，中间呢有一个梁，这个梁怎么样连接，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张图。经过反复的推算和形制比较，专家们确认了凤纹模出自一尊编钟。所以在做的时候啊，它残缺的部分一定要给它都补起来。在确定了尺寸比例和形制纹饰后，铸铜师就将按照当时的铸铜工艺泛铸法对编钟进行复原。世界上已知的较早掌握铜冶炼技术的国家，早在夏商周时期，青铜器更开创出了一个以它的名字命名的文明时代。处于青铜时代晚期的晋国，是当时全国铸铜技艺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因其丰富独特的纹饰，学界们也将晋国铸造的青铜器称为晋式青铜器。春秋时期以红马铸铜一字为代表的这个纹饰非常多，比如饕餮纹、攀齿纹、攀喙纹，而且还有这个好多这个动物，虎、老虎，什么熊，而且还有这个人形的纹饰。人形纹饰的出现在其他这个时代很少，就是更注重于这个贴近生活，更加这个艺术化。倾泻而下的铜水，凝结出人们期待的历史重器。2500多年后，高56厘米、直径30厘米的凤纹编钟，带着历史的温度，又一次呈现在了世人面前。精细的纹饰刻画出古老中国的文化神韵。如果说编钟属于那个遥远的时代，那么青铜则是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今天最亮丽的展示。山西人对皮影戏的热衷似乎并没有随着光影舞台的暗淡而减退。尽管皮影班社大多已不复存在，但声乐却从未消没。侯马皮影作为山西省南派皮影戏的代表，也在他跨过时代的藩篱时有了新的样貌和文化表达。高大的楼
63岁的赵翠莲19岁开始学皮影，30多岁便小有名气，如今已是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侯马皮影的代表性传承人。皮影艺术的东西没有高低，现在学这三五天也能学会，可是这个学会这个我也刻了一个东西拿不了人前边，就是这就得刻得特别精细，这就是艺术的。除了表演，赵翠莲更擅长于皮影的制作。在过去，传统皮影的制作多以满足演出要求为标准，而赵翠莲却用细腻的雕工和艳丽的色彩，让侯马皮影走入了今天人们的生活，成为远销海外10多个国家的传统手工艺品。在赵翠莲众多作品中，穆桂英是她最喜欢的人物。30多年前，也正是戏曲《穆桂英挂帅》，让她走上了这条并不平顺的艺术道路。用手推开麦梁山，原来是火狼。面对着传男不传女的旧思想，赵翠莲从磨刀、制皮这些力气活开始，用了3年时间，偷学来皮影的制作技艺。皮影呀，不是难，刀子是关键。就和你割麦子呀，你没有好镰，你走不动。这没有好刀子呀，不会闹刀子。因为女同志她就不会闹刀子，她闹下刀子安上，就在那磨了一中午。就磨翻了，就走不动。先扎直线，直线扎完了再刻弧线。侯马皮影的制作工艺借鉴了南方皮影的推刀技法，雕刻时皮子上的刀不动，用推动皮子来雕镂，过程精细且复杂。每一件皮影也都要经过制皮、过稿、雕刻、上色等20道工序。尽管赵翠莲已能做出精美的皮影，但她与光影舞台之间却仍旧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一天天盼着，我家院子大，就那个门，哎，那会儿也不知道咋都知道我，哎呀，一进了大门，哎呀，赵翠莲老师在吗？我马上心里就会开了花，那就是买皮影的。当慕名而来的买家叩开这扇农家院门时，戏曲舞台的大门便再没有像这位执着于皮影艺术的女人紧锁。院落里的舞台周而复始的搭建已坚持了10年。杨门女将穆桂英依旧是赵翠莲手中不变的主角。有本帅马上传将令，打响那个三军你们听。而在影幕背后的一人身影，却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传统文化根植于这个崭新时代的传承故事。Thank you.
在中国许多戏曲形式中都保留着蝴蝶杯的传统曲目。一只奇妙的酒杯成为一段悲剧爱情的见证，百年戏曲的传唱也将蝴蝶杯带到了今天的世界里。玉制的杯中注入琼浆，精美的蝴蝶扑闪着双翅，便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千金之宝是人们给予它的评价。36岁的周磊十多年前开始跟着父亲周尚明学习制作蝴蝶杯。爸回来了，带几块料，我不能光带地。作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蝴蝶杯制作工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周尚明一直坚持着全手工制作的技艺传统。为什么它能显影呢？这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焦距，它就像照相机一样，它调那个焦距一样，你把焦距调对了啊，它的像是清楚的。宋朝以后，蝴蝶杯的制作工艺就已经失传，清代才被一人重新拾回。如何使精美的酒器呈现出蝴蝶的身影？精妙之处便在于杯底。和一般酒杯不同的是，蝴蝶杯的底部需要一个开口，这既是蝴蝶隐身之处，也是光线折射后蝴蝶显影的空间，尺寸要恰到好处。当蝴蝶巧妙地藏于杯底，一只凝结了古代匠人智慧的酒杯便开始了他今世的传奇，为我们生动地演绎出一段传统技艺的重生故事，也让蝴蝶杯从戏曲舞台走入了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在山西人的生活中，除了与之相伴的传统戏曲，自成一脉保留着独特艺术风格的晋作家具也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元素。作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晋作家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杨云天已不再像当年自己的师父背着工具走乡串户讨生活时的那般场景。这个宅子呢是前后两进日子型建筑，东西厢房三间房，阁楼式建筑，这是咱晋南的特点。为了筹建自己的晋作家具博物馆，工作之余杨云天总要来到这些民居宅院寻找山西人曾经的生活记忆。流传至今的中国古典家具大多来自明清时期，硬木制作、简洁饱满的结构风格以及清代繁复的雕刻技艺是许多家具流派延续的风格。晋作家具虽然沿用了硬木家具的制作技术，但在用料上却大多采用这些产自本地的榆木或是槐木等软木材料，制作的家具线条流畅，厚重质朴，被业内称为软木黄花梨。三点跟一线连在一起，必须严丝合缝的啊。晋作家具的制作工艺一直以形、材、意、韵的统一而著名，尤其是在雕刻装饰上，
更呈现出了文化的包容性。除了沿用明清时期浮雕、圆雕等雕刻工艺，晋作家具还保留着宋元时期透雕、镂雕的雕刻手法，形制上更显包容性，展现出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有机融合。这方要体现出来，你知道多漂亮吗？这柱础、这柱子、这滑板，多漂亮！杨云天的晋作家具博物馆已出现轮廓，真的一比一做出来，绝对是个亮点。凭着一刀一凿的匠人精神，晋作家具也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到那段流逝的岁月与远去的生活。晋商的马队早已消失在古驿道中，但人们对于侯马南来北往商贾地、千车百货汉码头的表述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临近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地区，从公元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设立侯马驿站至今，商路都是侯马城市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支撑。1988年的冬天，从工厂下岗的罗义俊开始自谋职业，成为一名服装批发个体户。市场里这条走了30年的窄巷，对于罗义俊来说却是生活的又一条坦途。依托城市的区位条件优势，下海经商也是许多侯马人的生活选择。80年到90年期间哈，侯马市场是相当繁荣的，这个地方人客流量相当大，直到现在年年这高铁站这些地方人哈还走侯马堵车。商业的繁荣和特殊的区位优势也带来了侯马交通运输环境的提升。这座兴建于20世纪中期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铁路运输编组站，直到今天仍担负着重要的铁路交通运输任务。货物吞吐量每天接近90辆列车。侯马北站职工安秉琴负责着全站列车驼峰解体的调度工作。设立侯马北编组站是为了解决华北地区的铁路运输，更大的作用是缓解了大干线的铁路运输压力。交通运输环境的提升巩固了侯马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小商品流通市场的地位。随着市场越建越多，商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也带来了侯马人优化商业环境、发展新经济模式的新思考。要不要出外上班的人称必须跟这个是一致的。海关的设立成为21世纪侯马发展外向型经济和现代物流产业的契机。过去单一的商品市场正逐步向现代物流综合服务业发生着改变。2016年，这座辐射山西、河南、陕西部分城市、华北地区最大的陆港口岸保税区在侯马市建成投用。
他为服务对象带来的不仅仅是出入关业务办理的便捷程序，陆港口岸保税区所构建起的相对完整的综合服务体系，成为侯马新经济的助推器。如同一个现代物流综合服务的对外平台，园区为服务对象提供着包括货物仓储、报关手续、异地转运、加工对接等综合配套业务，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完成跨越万里的远渡行程。物流让世界变得更小，也让侯马成为了这条绵长的铁路线上一座耀眼的枢纽，它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发展步调，成为今天侯马经济新的腾飞起点。即将起运的中欧班列满载着来自东方的货物商品，即将横穿亚欧大陆，驶向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这是今天侯马的城市节奏。然而，对于这片土地所承载着的古老历史文明，人们似乎还能透过这些清晰的印记，看到那时荣光。岁月已过千年，三晋大地新的历史曲音却早已在每一个旭日初升的清晨相伴于这座城市，响彻在侯马人崭新的生活中。璀璨的文明照耀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今天的侯马正用奋进的豪志书写下新的时代春秋。